这是一些被病痛折磨的人。七天七夜我没吃过饭，没睡过觉，就这么大块这么大块的那个，特别害怕，好像刀砍都跟疼的。还有身患绝症即将结束生命的人。我得癌症是14年，这个场越来越细腻，从而就放大了100%的是癌了。咱们挺痛苦的，不想着妈妈走嘛。烈士一查是多呢，月份越查出乳腺癌，大夫说是这么大岁数了，没有救了。病危通知书下来了。这是一些遭遇不幸和意外的人。就放的我就生活颠倒，啥也不知道。黑盆没个水就黑盆，越是我生死关头的就这事。他可能看我的包里边鼓鼓囊囊挺。还有烦恼苦闷的人。要我满脸全是那个青春痘，心态也不正常，看见谁都不顺眼，非常暴躁。如今发生了奇迹。慢慢停，慢慢停，这现在其实可好了，原来哪能这样？到医院接触是比较一点好了。是疯子变成一个正常人了吗？这个胆囊炎呢，自己就起了，完全跟好人一样的，大部分都死了，就是我活下来了。眼睛就是瞎了，当时你孩子怎么眼睛睁开了？变成病好了。现在呢，我想干嘛干嘛。跟正常人一样，我就说佛法真不可思议。我这活可快啊，这个呢，比我做手术晚的那些同志呢，已经都离开了人世，唯独我呢还是非常健康。40位寻常百姓的亲身经历，肺腑之言，眼泪哭得不行。一提起自己的父母，就觉得特别惭愧，我的心情非常的平静，孝顺父母了，对这个事情能辨清这个是非。我的身体就是表演给大家看。我现在没有一点表态。从7岁到90岁，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代高僧大德净空老法师的慈悲开示。你还得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吗？啊，一切恭敬，啊，不是骗佛菩萨，上骗佛菩萨，下骗一切众生，这最后都骗自己。敬请收看大型生活实用纪录片《治病救人除祸》。山西小院。王居士52岁，他72岁的老妈妈孙居士不久前突然脑溢血，医院已经发出病危通知。阿弥陀佛，我的母亲去年8月份得了一场大病，当时母亲得的是脑出血，她得的特别重，病危通知书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医院大夫配合治疗，一方面我们还是用佛法来，就念阿弥陀佛，就想从他那个死亡的路线上面再让他拉回来，再跟我们再多念几年阿弥陀佛，不能走这么早，我们还没渡出来，你走了这能行了？所以在大家都念佛，而且这个精神状况给母亲就给我们也加劲儿，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念佛中，反正把母亲这个病就解脱出来。老头知道我病了，每天都在日时留在日时给房地藏经。我大姑娘或三姑娘也给送地藏经。我往返的是一个阿弥陀佛就念到底了。36天出了医院，我们反正就是天天念佛念地藏经。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也没吃药也没打针。现在就恢复了，他的手不能动，现在也能摸到头，还能拿东西，啊，还能拿东西。要上别人脑出血，就整个半个身就瘫痪了，就在床上瘫痪。可是我的母亲，这个佛菩萨的加持，使他的那个整个这个身体吧，都能好像正常人自理，每天走300圈，啊。我娃知道这个病危通知书下来，我也不怕。我寻思六道轮回我不想走了，我一是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结果我就赶快走，我就阿弥陀佛。我从心眼里头底下，这是几楼呀？3楼。3楼下到1楼，这下到1楼哪能吃啊？坐 CT 哪能吃啊？推我，他们推我都怕害怕，我心里头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就阿弥陀佛，我不害怕。是啥也可省了。我看见大夫，我就有块菩萨。我说菩萨给我看吧，那菩萨我们一结婚还还住的吧，真是念佛的。我嘛当时就是
越早学起吧。我以后我这得的病就是这个脑出血，一下就不能动，他和死人一样样的了。这半个上整个是病了成的，不能动。嗯，我就得的这个病，我一个人说这好的，我一个人能走能动弹，我一个人睡那么事儿翻身。我一个人想是这个年佛上送这个五粮手巾上头就有，中啥样接啥过。中山羊结山果，中安羊结安果。我一个翻身，我说我这一辈子里啥我死了。我一个就白天，我一个早晨起来吧，你吧，他看上这的山多是我多一个。早晨一起来，这个五音六春节吃这样面儿，喝那样，说这样做那样。我一个心思翻身也没有讲，我一个心思这个人生难的佛法难忘。我混用了在这个新社会上不交多要黑，这面也活不了。就因为这黑吧，就上几个月就多了太了。我一个心思这个人生难的佛法难忘，对这个人生也可不好的这。人家对了这个人生啊，我们前成就了，不然就多了。你说这也是因果报应啊。我一个这个想法，不知道人家们咋想法。我一个就忏悔，我看那个书，只有你阿弥陀佛能解脱这个苦难，没有加阿弥陀佛这个样嘛，就是多地狱的恶报。不知道哪个六道，不是哪个冤亲在如来造啊，是也造邪气了。我最住那个医院，死病率太多，一半儿也多，黑夜就这。水那人那桥上那人走过来走过个，就是看见那人，有时候看见那医院那门口那就那个叔叔站的人，那会儿身体那个疼痛就好像有身边有可多人这会儿拽他一下，那会儿掐他一下，觉得浑身特别的疼痛啊、哦，这可能就是业障现前了，妈你说是不是？哎呀，我说上边上就他们你们念点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嘛，在这个六道轮回挺苦的，没用。你说，我是不想走，我这块让我走我也走，啊，我能拿起能放下，而成你就有啥放不下，你放下外月你才能走，你啥也放不下，你哪也去不了。通过这一场病。我们姊妹几个，他们不信佛的，就像二妹妹呀，或者是这个兄弟呀，不信佛的，在那个母亲的指导下，反正是大家都要信佛，都念佛，而且做些个善事。不会念佛的，不会那个那啥，就像我小兄弟吧，他就人家学那个按摩书，给母亲按摩，给母亲好像是搓呀，是啥呀，洗脚，是反正通过那还有那个。母亲说是业障现前了，咱们送地藏经吧，消业障。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吧，我们姊妹五个特别的孝敬我们父母，反正随母亲的心愿，他们只要想干啥，我们姊妹几个吧就同心协力的去，让那个母亲度过这个难关，让她从头再站起来，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去干她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现在母亲每天早晨。早课晚课做得特别的虔诚啊，他还从过去忘失的记忆里头又回到原来的记忆，把无量寿经反正送下来，把地藏经反正是一天就说呢，地藏菩萨在道立天为母说法，解救母亲从地狱里头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我的母亲也逗我们全家人，让我们老的小的以后都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送吧，无上佛，上上为妙法，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结完的手持，愿解如来真实意。佛说大乘无量寿，上也清净平等觉净。佛藏本愿为愿世尊，大慈听从我而证的无上菩提，乘胜解狱，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阿鬼禽兽，缘非缘道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王罗杰在我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复告到我去得寺院内作佛，佛得寺院不去无上正觉。
我找佛寺十方世界所有众生，灵生我擦解决自门正经实说三十二种大丈夫孝当中境界系统以来，若心无差别有后处者不去正觉。我的父亲今年80岁了，通过我妈这一场大病，我爸爸原来不相信佛，可是我母亲得了这场病以后，他总叫我妈说的念佛人要给人开绿灯不要开红灯，来家所有的人都要开绿灯不要开红，就是不让你起这个烦恼心啊。而且那个父亲呢，自从母亲病了以后不能上香，父亲每天早上5点半起来本漱口刷牙连洗得干干净净去到佛堂去那个上香去代替我母亲这份那个功德吧。直到他病回来那么是就我干5点半最晚就是6点起来就见了他的伴烧香供水果、不学佛的人父母在世时他会尽心竭力的孝敬，父母去世后就不再管了。纵然告诉这些子女人去世后很可能会受千般罪苦，他也不能信，更有甚者儿女还要劝父母不要相信这些迷信说法，这哪里是真正的孝顺和为父母好呢？佛法里有一句话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呐。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的祖先呢虽然过世堕在卧道里也超生，跟地藏经上讲的没两样。前天胡居士打个电话告诉我他在台中遇到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这个人一见他的面他说你所修的布施福你的父亲已经升桃李天了。他打电话来问我可不可能，我说可能。确确实实是真事情不是假事情。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通通得利益。我们要度冤亲债主一定要认真努力去修学，只有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的冤亲债主所以这些事情因缘果报之事我们只要稍微细心去观察，在这个社会上很多很多处处都见得到只是我们自己太粗心大意了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非常明显跟地藏经上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了。我听到有一些同学告诉我这个过世的家亲眷属托梦给他要求到居士林来听经来念佛那么他们往往到这里来给他们立牌位心死之者经49日后没有后人给他陪福
这个人死了以后做旗，做旗这个道理做法都是出在地藏经。啊，佛经上讲过，这个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其他道里面去投胎，啊，这是中阴身的。中阴身每七天有一个变异生死，啊，这他很苦，所以七天的时候给他做一次这个超度的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啊，给他修复。啊，那么生时又无善因，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啊。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度此海，自然是没有任何人逼迫他了。这个地狱不是人设计的，不是阎罗王设计的。自自然然业力现前，那么才有这个现象。很多人忽然梦到已经去世的家亲眷属，在佛法中这绝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么简单。你梦到的家亲眷属，啊，醒来之后啊，我梦到已经过去的这位父母家亲眷属，他来找你干什么？求你帮助啊！啊，你醒了之后，你最好是诵经，啊，念佛，给他回向，啊，他是来求你帮忙。啊，世间人不学佛的人梦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啊，给他烧一点纸钱，啊，他需要的。啊，那么你所能梦到的多半都是在鬼道，啊，在畜生道他不会找你，啊，他到人道也不会来找你，那地狱道他没办法出来，多半都是在鬼道。你比如说梦的梦，你就给他地藏经念一遍或者念三遍给他回向，啊，地藏菩萨名号念一万声给他回向，啊，定数给他回向，啊，就他来找你，你真帮忙了，啊，确确实实能够离苦。那么你诵经念佛给他回向，他得多少利益就看你念的诚心了。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他得的福就越大，啊，如果你诵经念佛里面还有夹杂，啊，乱心所念，他得的利益就少，啊，所以这个时候越是恭敬越是虔诚，他得福就越大。我们自己修福越大，经上讲我们自己得福七分之六啊，他得是七分之一。故居是65岁，腿疼不能走路，家庭有时不和睦。以前我对这个佛也不了解，从人为人做好事也好，念佛也好，布施也好，这都是愚蠢的。可是现在学了这个地藏经以后，认为是最聪明的。实际是，如果是这个自私自利的，这才是最愚蠢的。就拿我这个说这个学佛吧。学这个地藏经学了2年的时间，在这2年当中就我自身有了改变。我说3件事吧，一个是我的疾病没有了，再一个是家庭和睦，哎，总的来说一切都爽。在我的带动下，我4个女儿都学地藏经，侄媳妇亲家朋友，反正我尽力劝他们都学。说那个好事吧，层出不穷。就说3件事，我就说我这个
第一件是我个头一趟，我去年腊月头一趟的一个月走一趟是不太厉害，躺的时候就连路都走不了了，一走这样是那个说不着那个难受了。我什么就是夜里小我的夜照我挺高兴，因为是大病大关系，小病小关系，这就是躺了就是年底照讲小的夜照。最后呢我就念的有一天今年闯起来念的，哎呀躺的不行了，我就双外地照讲每天双一遍，这是到作业的完成，双一部地照讲完以后我就双佛号，那一天我就双了35分钟，就那么地照佛号，地照菩萨，那么地照菩萨，那么地照菩萨，双工完。双的第二天午觉该午做了一个忙，做了个啥忙，说是哎做忙我比谁忙去了，估计想不走草地，人卡多就是走不见，又这么一个男的，1.7米手反正是一直说，那不是个忙球草啊，我一两力，就说真的跨了毛背起，我以为头一趟这一趟头几圈走不了，说你为啥腿跨了毛背起了？我说我这腿就能毛了背起，没事吧？说你那是病起，就只要给我拖了一下，这个人。我什么这是地藏菩萨的啥加持我改变了，就是拖了我这么一下，我一两力他就给我拖了这么刚跨拖了一下，不讲起来我就和我女儿说，正好那天我三女儿也在了也，哎呀我说这我说康天妈今天能走路了，哎我说去出去试一试，我就起来到体育锻炼去了，哎呀的确是挺轻松的，我特别高兴，在闯了以后我刚想想决定了，反正娶我的女儿嘛，这不是我四女儿大女儿今天来的，我知道是个司机，技术也挺好，过去了给谁开完车就叫丢了撇了就不给过去，后来又是说那个开又也没做小了，做完头休息去了，这是自从我娶我这夫说你双降双低着降吧，做啥啥双哦，他就比我还让着，每天12点不睡也得有完成今天的作业双降，自从双的降以后，这是我这每月工资是2000块，这后来这会儿是每天拿回来，今天这个明天一百五拿回来，这写两字比走刚巧了，好，这就是这一件事儿是我家特别爽，过去我的媳妇儿是就嫌我女儿多，她一个媳妇就是我偏小女儿好像是，反正今儿闹了明儿小了，反正和你闹不对，自从我双的照镜以后我这个媳妇儿出来反正挺高兴，我大回忙去去就吃饭吧过来，其实就哎用张叔馒头跟你吃饭吃吧，我就知道这是双外地照镜以后这那个第几步算个结束欢乐，第二最后12、13那个，所以我奉劝这个大家伙长康的呢双低这讲只要下去了嘛，让人能受益，我女儿们的度又是真不说了，反正度一天挺爽，希望大家好好双降长康的小伙，阿弥陀佛。张居士59岁，每年要花4-5千元治疗牛皮癣，并患有胆囊炎，还遭遇了可能抢劫他的司机。我的单位呢，在大同监狱上班，我是个公安系统。原来在我老汉去世以后呢，因为身心上比较愁闷，这就是那个得了皮肤病牛皮癣，每年的牛皮癣犯了以后吧，将近花4-5千。虽然说单位给报销点吧，自己那个经济上受到一定的损失。后来就是那个突然间做梦吧，就梦见那个一个佛，当时我不懂得这个佛，人家是两边吧都是这个蜡烛，大粗蜡烛，两排的蜡烛，我呢坐这个莲花荷花上边，一个坐在荷花上边，人这佛就说给我，你单打坐，让我这个右腿压在左腿上边，单打坐，让我这么打坐，人这佛呢是面朝我往后退着走，我呢就不由自己这个莲花吧就正旋转着的形式往前跟着他走，后来连着做了7天这个梦，同一个内容，
我到了庙上烧高香，我就问这怎么回事，人家说佛指引着我，让我走入佛道。这就给我一个这么，首先给我这么一个感应，我就请上这个地藏经，没事在家念地藏经，放这个地藏经的碟儿，每天就这个。在我在那个不能静下心念地藏经的同时呢，我就把碟儿放开了，在我家里的那碟儿放开碟儿，在我有时间的情况下呢，我就静下心以后呢，念这碟送这地藏经，念了4个月，我就发现牛皮癣以后呢，从红慢慢变成白，慢慢就自动退了。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有胆囊炎这个病，每年需要住医院。自从念完这个地藏经以后呢，这个胆囊炎呢自己就起了。现在以后那个身体也特别健康，就说别人在流行性感冒的期间呢，我也不会感冒，什么事情都没有。第二个问题呢，我要讲一讲呢，就是我自从念完地藏经以后，对于自己的这个体会吧。念了地藏经改4个多月以后呢，我每次那个念地藏经的时候呢，就觉得旁边吧人特别的多的人，都跟着我一块念一样。实际上没人，就好像好多人跟我一块念地藏经。可是念完诵完这一遍地藏经以后呢，这人呢哗一下全都自动都退了。这是一开始，就最近有这么2个来月的时间了。我每次一念地藏经呢，我不是在家坐着念。而且就在好像在一个船上边，就我一个独舟，就这么一小船，我坐在船上念地藏经。现在就2个多月，每次诵的地藏经吧，就有这种感应了已经。我就现在自己的误解是什么呢？我已经把大舅这个地府上六道轮回这些那个有苦有罪的这些那个鬼魂呢，已经大舅他们。现在我要大舅什么呢？大舅海里边的这些小鱼小虾小生许们。我现在的这个理解这样的，我就讲一讲我家里亲身发生的2件事情啊。去年冬天12月份，我呢去到单位呢给报表去，早上起12月份呢，我5点多钟呢就要打个出租车到往东关赶我们单位的警车去。在这期间呢，我在咸阳里住，当时我在5点40来分打了个车，开车司机是个30多岁一个年轻人，他可能看我的包里边啊鼓鼓囊囊挺鼓的。反正是不管这个年轻人有没有邪心吧，这是我的猜疑啊。他应该走在大路到东关，他可能到了永泰医院以后呢，拐了弯走的那小土路上去了。土路那条路特别背，我当时就问他一句，我说的你怎么走这条路呢？他告诉我这条路没人。哎，我说这会儿路上都没人呢，我当时给了他们这么一句，他也没理我，跟着我就念那个地藏，我就自默这个地藏经。背了那么几句以后呢，这个走了有那么10来分钟，司机自动的又转回大路上来了。这车子自动转回大路以后呢，我心里可清楚他转回大路了。他就后来说，哎，我往那条路走，怎么自己的车就翻回来了？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这个去年12月份的事情。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正月12那天，刚我们躺下没有几分钟时间吧，就从那窗户外边就小孩哭。先是一个小孩哭，后来孩子特别特别多的小孩哭，我小外甥就害怕了，姥姥是不是咱们楼上住小孩了？我说哦，我怕小孩，小外甥就害怕。一会儿工夫小孩哭以后呢，小孩的哭声没断吧，就大人的哭声，各式各样的哭声，有悲悲切切的，有特别凄惨的那种哭声。后来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赶快就起来后给我佛堂上香，我就把那地藏经那个碟儿打开，电视放开碟儿。放开掉就上了香，当时我那香着那香灰都这么高的香灰，它不断，香灰不断以后，90度弯竖香，90度那个香灰长得那个烧的可高了吧，它不断，当时就90度大转弯，齐冲着窗户走，没有就有那么2分钟来的时间，外边声音一点的声音都没有了。一点声音没有了以后呢，后来我就按着我小外甥就睡着觉，我又自己诵了一遍地藏经，诵完地藏经以后我们就睡觉，什么事儿都没了。所以通过这2件事呢，我觉得我诵地藏经以后呢，这个所有的护法都保护着我，都那个扶持着我这个家庭。我建议是所有的不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要学这个法，而且咱们要多弘扬佛法，弘扬地藏经。刘居士59岁，姐夫心脏病去世。我这个姐夫是个心脏病，
小张兵就去世了。我这个弟媳妇的妈也是个念佛的，他一说你看，他已经现在的那个死了，说那想个念佛给大家给念念佛号吧。后来以后这个居士又去好多，又弄黑夜又给念。到了头天一黑夜就没睡，第一天就一黑夜就没睡，就那个念一黑夜。到第二天的黑夜就，整个白天黑夜都整个都念。到那第二天就到念到晚上了，这个我这个晚上面就，瞌睡了似的。所以一个大高个一个老汉，卡大个大高个老汉，手端个塔，端个塔，就是个那个啥，他爸后头就刚是就，就说从来不这个，说他爸就没有那么高兴过，是个药师傅。因为我姐夫呢，他活时候就是个医生。我姐姐每天起来送这个地藏经，我姐夫活就是一个活时候就说我到以后到死我就不到那个哪，刚是药师傅走，因为我是个医生，我到以后就给这个药师傅就拿个药得了。确实到那个老张死就这个身上都给你，到呢这就是到极了世界了。你看这一个药师傅就是那个脑瘫嘛，啥可高的一个大高个老汉，我这姐夫后头就笑的吧，就是刚说的笑。然后我自己体会到啊，我拿我姐夫来说，这个居士们，多去给助念去，到时候就谁也都能到去那世界，并不是说谁的那个这个能去啊，那个不能去。谢谢居士。以帮助别人助念啊，帮助他往生，对自己决定是殊胜功德啊，是好事情啊，这个事情是好，肯定是好事情啊。他的这个恶因恶果绝对不会跑到你身上来啊，没有这个道理啊。你能帮助人往生呢、啊、大慈菩萨讲啊，真正能帮助两个人往生的都比自己修行精进啊。那么佛这说这些话就是勉励我们一定要肯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第一殊胜就是人在临终的时候帮助他助念，帮他往生啊，他往生呢就成佛了。你帮一个人去做佛，这还得了啊？你肯喜欢常常帮助别人，我们自己临命终时就有许多人帮助我们啊。我们不肯帮助别人，嫌弃别人，到自己临命终时没有人帮你助念啊，这也叫业因果报。李居士43岁，这是他的儿子小齐居士15岁。李居士用佛法从小教育和培养他。今年上初中，今年15岁了，在上六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到佛法的，从小就好像对那个佛法还是有那个敬爱。虽然诵地藏经以后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妈妈她也那个相信佛法啊，她信佛已经我看够20多年了吧。然后呢她开始先让我去的，她让我去诵地藏经，然后我就那啥听着她的话然后就去诵然后她妈见我诵的挺好的，改变了许多，他们呢也就开始送吧。孩子讲得很，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最后他们是那个六年级毕业了，没事儿干，作业不多。现在社会回来，我的孩子本来挺听话，又怕他出去转的。但是我看完那个佛书以后，我觉得这个佛法是比这个就是啥佛学比哲学还是让他学点佛法，对他人生也有好处吧。我紧接着就学开这个地藏经了。地藏经我是工作忙，当时没时间，我说你去写学。后头他学完又说我不会的，我就到晚上我就请教他，不会的生字呀我就请教他。这一假期我们两人都在互相出去学，我们家人可能都会善根挺好，爱人很支持我们在学佛。从儿子以后，从那个诵地藏经以后，他从小胆子也很小，从那个学佛以后诵地藏经，上学是在初中了，上中学了，早上走得很早，他走路也不感到害怕了。走路之后，念上地藏我出上圣号，我们大人也放心了，孩子好像也真是的，也不感到害怕了。这，还有的是这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他这么小能闻到这个佛法，我很羡慕他。
原来不爱说话，挺爱笑，现在是开朗多了，学习是不断的在进步，孝顺父母了，对这个事情能辨清这个是非。这个佛教啊，它已经在中国流传了已经上千年的时间了，它是一种很那个很古老的知识，它凝汇了有那个儒道还有这个凡儒道佛三教的精华，它反正以后讲的反正我觉得挺有用的，它现在在孝顺上吧，孝顺上它反正就挺好的。我原来也不是那么太听话，原来也不是太孝顺父母啊，也不是太那个太尊敬了父母这个。然后在自从诵地藏经以后，我觉得里头有许多知识值得我去学习，许多的事例吧，我就觉得都那个在我们生活中能体现出来，就所以我就认为这个地藏经它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那个现代的一种科学吧。学佛，我的儿子，我们家庭改变了好多。我就是现在那个家里面都是独生子，随着孩子的学习呀，这个身体健康呀，起码都放在这家庭的首位了。最后就奉劝这是所有天下的父母亲，为了这些，为了你的孩子，拿起地藏经吧。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一天龙鬼神，以及到刀立天宫，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行病鬼王、摄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尔时释迦牟尼佛打功德光明云，打皈依光明云，打赞叹光明云，方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矣，又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檀波罗蜜音。现在糊里糊涂信佛拜佛的人太多了，也许自己的家里就有，根本没有明白佛法的道理，虽然也敬香拜佛，但是和没学佛的人没有两样，这真是迷信。那么该怎么办呢？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他也晓得造像好，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地藏经念的人很多，地藏经里面的意思几个人了解呢？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面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够得到果报的，一定要有人宣扬将地藏法门讲得透彻，讲得清楚，人家一见这个地藏菩萨形象，他感受就不一样了。如果对佛法完全不了解的、不明白的，甚至有误会的，这是偶像。地藏菩萨形象供奉者，他看到丝毫恭敬心都没有，而且还批评拜偶像迷信。什么是多福德呢？接触净土，听到这个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能依教奉行，多福德。那我们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够理解，理解了又不肯做，不肯真正修行，修行了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都叫少福德。善根虽然有，缘由你遇到了，你的福报很薄，还是欠缺这一点，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那再等来世了，
来世不是灯啊，来一生呢不见得。啊，下一个机会呀，可能是无量劫之后。你才晓得这个事情的麻烦呐、啊。所以遇到机会呀，聪明人这一生马上把它抓住。啊，不要再等来世，下一次了。啊，下一次不晓得什么时候再等到。啊，绝对不是来生二、第二生、第三生，不是的。啊，下一次可能就是多少劫，啊，多少亿万年，啊，你才会再遇到。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明了啊！读诵《地藏经》的真实记录，寻常百姓的切身体会。您正在收看的是大型生活实用纪录片《治病救人除祸山西小院》。读诵修学《地藏经》的方式很多。家里即使没有佛堂，也可以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读。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复愿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永拥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复此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生珍重发布思议心，欲读欲诵纵欲名师教士令熟玄德玄望，动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乘经典无读诵性。读诵的姿势还可以跪在佛前读，完全凭个人的心愿和条件。无漏音见安乐故，便和设福达。像这样几个同修一起读诵也好。当然有机会参加居士们组织的集体诵经也很好。这个100多平米的小小的修学道场，庄严清净，身心安详。这是特别请来参加集体读诵的本修法师和演慧法师。
现在本修法师将要为大家开示指导。各位居士，请你们诚心实意地念地藏经，把基础打好啊，一门深入。我在出家以前，我得过一个积家证，名字叫积学家，成天挂芦花架，要挂40天才能挂过来，浑身都是软的，连住3年医院，每年犯了就不能走路。最后我学了地藏经，念了地藏经就不犯了。出家以后就光念地藏经，这15年我连感冒都没有，我的身体很健康，我什么菜都不爱吃，我一顿吃饭的时候我得下一点驴菜叶煮的挂面，有时我擀的手擀的擀面就是面条馒头，吃了这么多年水果也不吃，我的身体很结实。这就是念地藏经念的，把自己的罪孽消了一部分。另外呢，也有地藏王菩萨的加倍，我们把心也定下来，心要是静下来，心要是清净，就是补药。我们吃这吃那补的，吃这个药补补，吃那个药补补，药都有副作用，把我们身体就闹坏了。我们心清净就是补药，不害病，不生病，连个凉都不着。请大家修行的时候把心一定要静下来，少打一点妄想，少管一点闲事。我的感应就说到这儿了。地藏经的全称叫《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教中极为重要的一部经典，它主要记载着万物众生的生老病死的过程，因缘果报的规律，和如何消除自己和家人的业障，改变命运，并能够超度救拔去世的家亲眷属和冤亲债主，使他们彻底解脱的方法。地藏经整部经典都用白话文来叙述佛陀深入浅出的慈悲开示，是佛教中最浅显易懂的经典之一。读诵经文应该注意要读出声音，但不必大声朗读，关键是以至诚的恭敬心和忏悔心读诵。每部读诵过程以90分钟较为适当，速度应不急不慢。假如追求速度快，想多做功德，则是以贪执心在修学佛法，不是正念。因为学佛本身正是要消除人心里的贪念。每次诵经前，应双手合十念诵，恭请南无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慈悲护佑3声。持诵经文中，如果中断1小时以上，需重新恭请。很多人刚刚读诵经典时会出现心烦意乱、昏昏欲睡，或者杂念纷纷，念不下去，还有不想再念等等的想法。这时你心里一定要明白，这就是业障现前的表现。好比一间满是脏东西和灰尘的房间，开始打扫时一定会尘土飞扬，这是读诵佛经消除自己生生世世以来众多业障的正常情况。等脏东西清扫光了，房间自然会越打扫越干净。所以这时候你需要清楚明白，不必去理会它，以欢喜心读诵下去，效果自然会很明显。
修学佛法以消除业障、偿还因果债、忏悔恶业为开始，之后才能无阻碍地修学。由于种种苦难，许多人发心至少要读诵200部以上的地藏经的功德力，来回向超拔自己或者父母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使他们在佛力的加持下往生净土，究竟解脱，从此双方的怨仇彻底了尽。诵经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而功德回向是最重要的。回向这个词有自己不留功德全部转送的意思，通常经书后面回向十方一切众生的回向文并非不好，但要先消除自己的业障，忏除宿业，还是应先回向给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这些众生与你最有缘，最容易障碍你、纠缠你，也就是说你要先忏悔还债才对，所以应首先超拔他们，解决好他们的问题，同时自己的业障消除干净了，修学道路畅通，你再发心将功德回向十方一切众生，求生西方净土。这是专门回向给自己或自己的亲属生生世世以来所伤害结怨的冤亲债主的回向文。这个时候要双手合十来说，弟子某某愿以此所读诵的地藏经多少部，或念诵佛菩萨圣号多少时间的功德，来回向给弟子或者弟子的亲属某某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祈请南无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慈悲作主，超拔他们，令业障消除，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弟子某某真心求忏悔。这个回向文要读3遍。根据现代人的情况，读诵和修学地藏经最好选用简体字和带拼音的读本，与此同时应该很好地阅读《地藏经讲义》这本书，还有这套光盘，它和讲义的内容完全一样，都是净空老法师主讲的，是对《地藏经》详细的解读，能使大家读诵经典的效果更大更好。我们的这部纪录片就要结束了，小院里的居士们一如既往的还在继续着他们真诚平静的修学生活。山西大同的这个小小院落，其实仅仅是普天之下修学佛法的一个小小缩影。我们祝愿更多的人能真正的过上幸福吉祥的生活，让这个世界上的疾病、苦难和不幸少一些，再少一些。Love.